音乐起。这首歌曲是他的爱人为他演唱。蒙古人自身的豪迈，你看他走的背影，回头一看，看到了美丽的妻子。对。非常谢谢西斯日古伦的表演，导师郭富城先生忍不住就乐了。好 man， 好男人，很得意，我觉得骨子里面在跳舞，我喜欢。极高的评价。我想问一下，你是专业的吗？我是专业的，可是有三年没跳了。为什么三年没跳？舞蹈演员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受伤啊，肯定这是难免的。刚开始伤的时候走路都困难，一直在养伤的阶段。是什么伤？腿什么什么？腰伤。腰伤啊，严重吗？应该是腰间盘突出、腰三横突、筋膜、腰肌劳损。跟我差不多啊，民族舞到这儿到我这儿其实门槛都特别高。我很喜欢跳蒙古舞，我学过一个舞蹈叫蒙古人，应该是奥登格勒老师。对对对，我爱死了，我觉得你比他差很多，给我感觉很重。我不晓得是因为三年没跳胖了怎么样，没有腹肌了。以前大概是145斤，现在有165斤吧。我看到的可能跟那个海清评委或者郭老师有点不一样哈。我不认为你跳的是蒙古舞，我认为你跳你自己的舞蹈。我知道你这个人是有信仰的一个人，你对舞蹈有忠诚。之前给那个舞蹈那几个字一跪，我就知道了，漂亮。这种对尊重一直在你的血液里边，很漂亮。跳起来的时候，他感觉跟那首歌在对话，那歌也唱的也很漂亮漂亮，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状态，就瞬间那个东西给我，你的舞蹈打动了我。三位导师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郭富城先生先表达了很喜爱，简简老师一样说你把他带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觉跟幻觉当中，但是海清老师指出你跟他喜爱的蒙古舞有很大的差距。我帮你补充，他刚才那首歌是他太太在旁边唱的。对啊，所以跳现场是很难的。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我们可以请你的女神上台吗？
大家好，我叫阿丽玛，我是翁克族。你唱得真好。就是因为他唱得好，我今天才站在这里。是你要参加这个中国好舞蹈，还是你太太鼓励你参加的？我，这我说。哎，我插一句哈，他平时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吗？不是，我看出他是一个不细腻的人了。我三年没跳，我刚开始真的练了，但是我自己跳的我自己完全看不下去，我就绝对不参加了，我参加不了，我丢不起这个人。是他的爱人鼓励了他站上我们的舞台。我想说两句。当然当然。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比如听到一段很优美的一个旋律，或者是看见蚂蚁搬家，或者是看见太阳落山的时候，天边的那种颜色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心被揉的想要哭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很少很少会有。几年前我看了他的一个舞蹈以后，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才知道那个是爱的感觉。我们俩在一起以后不久他就受伤了，他连走路都是问题，我们只能养伤。这三年我们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治疗他的伤，我们想赶紧赶紧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他就是为了舞蹈而生的，因为这个我一直爱着他。不羡鸳鸯不羡仙，这是我听过最美的对爱的描述。金星老师，您是否愿意亮出上海舞蹈训练营的机票？如果你的舞姿曾经抓住了一个俄文阔女人的心，让她心里揪了一下的话，不能只有一次，要一辈子，所以说一定要回到这个舞台上来。亮出机票，恭喜你。那秦老师，您的选择是？我真的我很喜欢你们两个，我觉得真的像你说的，不是你一个人在跳舞，是两个生命在生命的旅程里面跳舞。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但是我不能改变我对舞蹈的看法。海清老师不好意思，本来不想说了，当时他跳了一个很标准的蒙古，他可以跳。我们在训练有一段交谈，因为我们想如果跳蒙古，我们可以用再纯粹一点的蒙古音乐，当时我们都想叫他换音乐，他坚决不换，所以今天他拿掉了好多蒙古的元素，而是放上了他跟他太太一个用舞蹈一个用唱歌来交流的一种方法。如果您今天这票没有给他，我会很后悔。我完全明白方俊老师说的，就是是去掉了一些元素才会有现在这样的。对对对对。但我没有考虑这一个，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态度，所以我这一票不能给你，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祝福你们两个。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舞者，三年过去是人生的其中的一个阶段，今天你的妻子在你旁边鼓励你，给你这个机会再重新振作起来，我希望你能够超越你三年前的你。我给你，现在很遗憾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加入哪一位，但是方俊老师这里，你是否会邀请他加入你的复活舞蹈训练营？感谢海清老师给我们这个复活训练营一个非常棒的舞者，谢谢，恭喜你，你加入了方俊老师的复活营。老师，我还有个请求，来，请说。海清老师说的特别对，我不心细，我不仔细，我老婆经常说不会甜言蜜语，我甚至求婚我没跟她求过。求婚？
我现在不是求婚了，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两年了。我重新回到舞台上的这个起点，我要给我老婆承诺。老婆，我会永远守护你，真的。我会一直跳舞给你看，我也会为了我的舞蹈梦想一直跳下去。我是古乐，我回来了。Say we're together for you and me. Looking on, looking at you,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of breeze. 当然，我想我和依依一样都认为。对于我们这位学员来讲，现在最成功的就是他在这里勇敢地向大家表示了他要对他的妻子钟爱一生的誓言。